这里是故事馆，花博2010年10月22号花博馆故事馆的现场，我们刚参观完毕。你小心啊，陈静怡。哎，撞到人了啦！这么无聊哎。好了，陈静怡，换你拿着。因为他就是靠近。换你妈妈，小心啊，拿好啊，来拍这边。好近，那里。不要那么快，慢慢好。